吗？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我在家都无聊死了，天宇没有人跟我玩。那你来我家过两天呗。我妈不都月子了，她又不高兴了。没事的，我在家呢，我保护你。好好好，那我去收拾几件女孩。那你多收拾两件衣服，来多过两天。好好好，一会见，一会见，挂了。婷婷，婷婷要来喽。哎呀，我这下在银行过，可以在这躲过两天了。月，给我开门！大半夜说什么门呢？我，快给我开门！哎，不是，你要来干什么？我是来找你玩呀、啊！你不太走吗？哎，你先让我进去还？你怎么老拦我？什么？你老往俺家跑，还拎个箱子干什么的？我这次来了，在这多过两天。你给我滚哈！你干嘛？你准备在厂做？我多陪你玩几天，我在家没无聊。我不需要你跟陪你这么这样的。哎、你干什么？老往俺家跑？我哎呀！咱把这房子谁家了，对不对啊？哎呀，我在家这两天不见，我都想你了，你都不想我吗？我不想你，我看你就烦，赶紧走。嗯。我的，你都带多少衣裳？你准备搁这厂做住多久？我就带几身啊。走，滚，赶紧走。走。你破眼子，赶紧给我走。走。快点。小宝。小宝不在家。哎呦，小宝。小宝不在家。哎，小宝。婷婷来了，婷婷来了。你怎么进干什么的啊？婷婷来了，你怎么？这反应这么大的个？你怎么激动？你怎么开心干什么的呀？啊？婷婷来了，我当然开心了。我也开心。滚！你看哪，拎这么大一个箱子，也不准备跟着燕哥厂住到什么时候嘞？带衣服来的呀？啊，燕哥，躲过两天，过什么两天啊？俺家哪有地方给他住？俺家没有地方给你住，你哪回家啊？有地方。有地方，俺家那楼上那隔壁不是有房间吗？有房间。哪有房间？有房间，那有房间没有床，你不知道？你不知道吗？没有床。对。有呀。没有床，没有睡不下，赶紧走，俺家没地方给你走，走，不要走，谁家要走你？谁走你？谁走你？这个好，给什么走你？过来，给什么走你啊？能给走你吗？哎呦，赶紧走，我不走，走你好，你老打他，你怎么回事？打他了吗，小波？过去，不要骂他，你怎么这么凶啊？天天来过两天，你怎么那么小气的呢？兄弟，你怎么那么小气？这不叫我小气，俺家睡不下，你赶紧给我走，哎、别给我烦我。小宝，走，拎你那破箱子赶紧走。你小宝。